为了力挺大牙，微风女神郭圆圆其实早在13号贴文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，有感而发写下大家都希望烂人踢到铁板，但都不敢成为那块铁板，因为要再主动说出口，要再挖开伤口一次，还要面对如浪打来的攻击、质疑与检讨，承认当那块铁板实在不太容易。不过他也提到，众多铁板集结而成，就能团结成一座坚实城堡。这回最新贴文，郭圆圆纠结多日，主动站出来指控，文末提到，现在决定说出来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不想让大牙只有一个人。贴文曝光，当时黑人夫妇已经提起民事诉讼，并向大牙求偿千万。郭圆圆不畏惧被告，挺身而出的贴文底下也刷一整排蓝勾勾。超过30位名人纷纷出声力挺，熊熊黄豪平留言辛苦了，大家老公阿廖师鸡排妹也说谢谢你的勇敢，愿意说出来。政界黄杰高嘉怡也出声留言力挺，陶晶莹则是直接在脸书发文，姐姐妹妹站出来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伤太重心太酸，无力承担。范范曾找来演艺圈好姐妹一起合唱，描绘姐妹操真挚友谊。随着 MeToo 风波越滚越大，医师林志威在脸书分享范范经典名曲，笑称亏我以前有一阵子蛮喜欢蛮常听这首歌的，还 hashtag 大牙跟郭圆圆都好勇敢，呼吁更多受害者能够充满勇气站出来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